大家好，我是陈汉卿，从16岁开始从事木雕工作，所以来到三义雕刻城。我是台中人，从事雕刻到现在已经51年头了。开始从事木雕工作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外销的工艺品，里面有水果盘、动物还有人物等作品。目前从事的创作是由工艺转艺术创作的方向，就例如这一件作品是属于艺术的创作，所以可以看到它跟一般传统的技艺比较不一样。我们是强调它的木头的纤维的美感。刚刚那件作品纤维是比较垂直，这件纤维尾巴的部分它是有一点曲线的部分，那这个曲线是因为生长的环境啊，木头本身就不一样，所以产生山水创作的那种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韵味。最主要是透过木雕更了解自己，然后学会顺其自然，不强求。对于三义木雕的期许，我希望能够由这个工艺技巧技术上面的提升啊，从视觉感官提升到心灵跟情感的这个共鸣。像老祖所讲的大巧若拙啊，这个拙就是要我们学会怎么去顺应自然，在自然当中去发现美感。心是真正艺术家，念是利刀乾坤定，喜怒哀乐马上成。